嘉义县是全国虱目鱼重要产销节点，养殖面积2361公顷，年产量约8500公吨，产值近7亿元。受到疫情影响，产地价格低迷不振。副总统赖清德在县长汪章良和部代镇长陈凤梅陪同下，参加虱目鱼行销记者会，当起超级代言人。虱目鱼好吃又营养，是庶民美食。现在吃虱目鱼正是时候，请全国的好朋友们啊，一定要多吃虱目鱼。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，就可以帮助渔民啊！拜托大家哦。希望透过啊这个推销虱目鱼啊，也可以刺激大家的消费跟产量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价格比较疲软，所以拜托大家哈啊，多吃虱目鱼。啊，这段时间吃虱目鱼多长钓时多大出，网络可以订桌哈。那现在我们是秒杀的哈，如果一上去哈，就很多人订桌，所以它约在100多桌哈，好千人宴哈，1000多个人会参加。化身阿良师的嘉义县长翁章良担任一日料理达人，先把虱目鱼鱼背裹上地瓜粉，再放入油锅炸到金黄就可捞起，酥脆口感让翁章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非常香酥，而且虱目鱼的味道因为整个都裹在里面，那一咬下去虱目鱼的味道就跑出来了。汪章良表示，虱目鱼宴以新温当地新鲜虱目鱼为主食材，搭配在地食材，制作出十道特色风味餐，欢迎全国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金洲、方雅贤、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